人家说我这木头都卖上钱了，木头都卖上钱了。家居这儿都300多年了，老祖宗都围这儿了。四门孙家嘛，以前有北上哥，这老地名北上哥孙家大院，这同安街那一辈儿，这不是分家分到顺河南街第一家了吗？也给四门都不离这个东大寺这一圈了。这俺家干汤锅，从俺爸那一辈儿都开始干。咱这里边租的是？我干这个干10来年的，这里有牛肉、羊肉。牛羊肉会客哈。主打的是就是清汤白肉类的，然后招牌是烧饼夹肉，都是牛肉、羊肉一剁剁成馅儿，料一拌加烧饼，放料酥对，吃过嘎嘎的，那烧饼是自己打的不是？烧饼自己打的。俺这门你煮多少都是多少，不能吹，白一天200-300斤煮卖10来锅，卖2头肉10个样，不能吹。这门口的都是知根拔底老门老户，你吹漏人家光哈底你。这个卖多少就是多少，真材实料，那都是老顾客回头客。都熟了啊，困难困难的，慢走。哎，都不熟了。这一锅里是多少羊肉啊？这一锅一个羊，再添点20-30斤牛肉。哦，里边都牛羊肉。两串的。这锅里有100斤。100多斤哈。100斤肉。咱这羊肉卖多少钱一斤？80。80。牛肉也是80，都是一个价。咱这里边是属于清水煮羊肉吗？属于清汤白肉。清汤白肉啊。清汤白肉。一天的话，生意好喽。能带煮点生意都是淡季，现在不是天热进入淡季了，都是一锅肉卖完都不错。你要是想不吃山里头牛肉也可以，两串也可以，两串的不膻不腻不上火，口感更好啊，层次更丰富。羊肉咋吃？就牛羊肉现在是多少钱一斤？80一斤，都是80一斤。这锅里等于是纯肉哈，没有骨头哈。有骨头少，你骨头。你看大底热，你粘锅底热，肉它都熬了。煮汤的三要素一点不少，反正肉多一点，煮出来汤都。就里边不用放大料吗？放啥大料啊？就是白水煮牛肉。这没啥技术，肉下来多点，然后这汤肉烂自然香嘛，汤也香，肉也香。我去恁家是光有羊肉是不是？除了你得干羊了，而且有的可多不吃那个膻味的，因为现在都用的都是绵羊，不是山羊，你知道不是？绵羊膻味大一点，你得压住膻味，这汤也得压住膻味，得这个煮红了。这跟这干馒头俩窝了，这干馒头剁成坨了，你看。这羊肉不是肥一点吗？肥一点，你得我这时候一搭配。菜吃了看得见，先切先剁，吃点都光看见，知根拔底的，这都是。再搁锅里涮一下。搁俺妈有多少年了的？一年都多少车了？反正一年有2万吧，因为这多肉可肥，这俺妈还得是柳木的杀菌嘛，它不生虫。这里放的都啥调料？可简单，盐味精自然，往上一撒多了。这肉都是看得见的，吃不完放心，可以肥瘦搭配，想吃瘦的吃瘦的，想吃肥的吃肥的。我看你这个俺卖都剁出大坑来了，这都是日积月累的。就是牛肉、羊肉两串儿，肥瘦啊。对，这热肉噼里啪啦一剁，热烧饼一夹。这是热烧饼多少钱一个呢？热烧饼2块啊，加一块是17一份，送一碗清汤，一顺原汤化原式。汤不要钱，随便喝呗，就是。对啊。这里也肉不少了啊。对。这比个烧饼夹卷儿瘦，嗯。
天没事都来俺家的，我干这十来年都来采访三位了。肉多匀，要是老年人吃的多得再细点，让他的到嘴里都化，扁扁嘴都管用。